看看，这是我种的马铃薯，放在电锅饭锅里面一蒸，整个都爆开了。这个马铃薯自己种的，因为用有机肥种，所以说就很好吃的，一捏就能捏开，里面很粉的，就是市场那种马铃薯买回来种下去的，同样的种子。用有机肥种出来的，它就是比较漂亮。看看多粉，而且闻起来那个土豆味也会重很多，很香的。吃起来又粉又香，很软，就是这样整个蒸就很好吃了，有点甘甜甘甜的，超好吃。这马铃薯就这样吃就很好吃了，什么都不用蘸，盐都不用放，油也不用放，又粉又软又香。太好吃了！我建议朋友们一定要种一点。不仅挖马铃薯是很过瘾的一个事情，拿自己吃也非常好吃的。要再吃一个，这个也是完全的爆开了，看看这多漂亮！